Welcome to Hong Kong. 我在餐厅订了位置。现在不行哎，我还要等一个很重要的电话。我还在公司啊，那么多份文件怎么办啊？哎，还没好吗？现在就堵车，还要一阵子哦。大忙人，可以吃饭了吗？有了像个购物节，我还算什么？